我送你一本正版的《孙子兵法》。你让我读了，我会更厉害，也不好。你只要不乖，《孙子兵法》哦。我看你可能会更危险呢。不要搞那个邪门歪道，阿里阿扎那叫《龟孙子兵法》。所以我今天呢、啊，我具体，我送你一本正版的《孙子兵法》。哦，我希望。你不但能够引用，而且引用之前你要确实熟透孙子兵法所讲的要义精神，你不要再敌我。我先把这本正版孙子兵法送给你。那个正版首先你让我读了我会更厉害也不好了。孙子兵法，哇，这样你们会更危险了。有啦，你讲的也对啦，里面最关键的那一章我有撕掉的。你请假74天，绝大多数都是跑私人行程。我想问你说，你私人行程跑去哪里了？是去密会了谁？哦、我没有去汽车旅馆。对了，我的，我想你也不敢啦，你没有胆识啦。好了，